端端的来医院干嘛？不是嘉欣吗？然后用左手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喂，妈。嘉欣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上孕妇瑜伽呢。我问你啊，你舞练的怎么样了？动作倒是记住了，但是一想到要在年会上，在那么多人面前和西西跳舞，我心里就紧张死了。那动作不要紧，做坏了也没关系。你呀，最重要的是把那个肚子要给我亮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抬头挺肚，你要骄傲一点，你要给我把那个派头做出来，知道吗？可是我们老师说要提气收小腹。你别听老师的，老师哪懂得这里边的门道啊。你想想，你现在肚子里怀的是成杰集团未来的接班人，是吧？你这么把肚子一亮出来，大家一看，哎呀，这肚子是圆的呀还是尖的，那里面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大家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，根本就不会去管你踩了小王几脚。哪有人这样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妈说的肯定没错。你记住了啊，你早饭呢要吃的饱一点，然后喝点汤汤水水的，把肚子给显出来。嗯，这样也好让我们小西米出来见见人呢、啊。你别光跟那儿傻笑，妈说的正经的。知道吧？那我先进去了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平躺在店面上。好。爸可以在旁边。你知道孕妇不能爬这么高吗？这些事情不需要你做，你说你万一出了事情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是啊，你怀孕了。这位是安娜。嗯，她其实是我老营养师。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照顾安娜吗？我愿意代替生母给这个孩子最好的照顾。至于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叫陈嘉欣，我们的孩子叫小西米，我们的事情也从来不是一件问题。我们结婚吧。我不能跟你结婚。西西，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想理直气壮去爱一个人，我不想因为我的决定让你还有嘉欣都受伤。